你会为了钱出卖爱情吗？风月，不好了，我能看到你女朋友和那个金管系富二代开房去了。不可能，真的，快走。你为什么背叛我？因为我要钱，马上就要毕业了，难不成你以为我会跟着你过苦日子？风月，我给唐璐的，你给不了。师傅，钱有那么重要吗？只要你有钱，我就不离开你。你说重不重要？我依然为你停留，窗外的大雨下了一夜，是谁落的泪花？抱歉，那年我没有保护好渺小的你我，眼泪啊舍不得，放不下你啊。是谁在我心里画下了道擦不掉美丽的疤？我断了！你们放过我吧！这是你的，你放过我妈吧！花钱的钱，我还。对不起，我妈妈会追债出车祸昏迷不醒，我只能带她去国外治疗。露露，出国的机票我定在下周一了。我不能拖累你，风月，再见。爹，我改变主意了，我愿意听你的安排。会让你后悔的。唐小姐是吗？我是不是在哪见过你啊？好眼熟啊！进菜见到你多时了，请吧。风总，人带到了，唐小姐，请。你好，我是唐璐，初次见面，请多关照。你好啊，唐小姐。是你。你为什么背叛我？因为我要钱，马上就要毕业了，难不成你以为我会跟着你过苦日子？这份工作我胜任不了，我先走。你可想清楚了，合同上写的清清楚楚，如果擅自离职，违约金是1000万。让我来封事，从一开始就是你设的圈套。当然，不然以你的资历，凭什么获得这么高薪的工作？你还是跟以前一样，一心只想要钱。这回我可以给你时间考虑。不过这回，眉头心间多了期盼，期盼着你的期盼。我勇敢一点。玉哥哥，今天晚上我们一起。姐姐，唐欢，你怎么来了？介绍一下，这是我的未婚妻唐欢。
们在一起。当初要不是姐姐你嫌贫爱富离开了雨禾，我怎么会有这么好的雨禾呢？你不是想吃大餐吗？那家黑珍珠不定个位置，买不起。玉哥哥，你对我可真好，我最后一说你就记住了。你们先忙，我先走了。等一下，玉哥哥，可是你定的是今天晚上七点，可是有好多工作都没做完，我不会迟到吧？那唐露，以后就给你用，你把自己累坏了，没事。姐姐，既然玉哥哥都这样讲了，那婚事近五年的人事变动就辛苦你了，我明天早上就要。知道了。走吧。哎，怎么了？哎呀，我心情有点不好。把你的鞋脱下来。什么？把你的鞋脱下来。这些够了吗？阿玉，我想那个。好，走。你把我鞋脱了，我穿什么呀？穿我的。那你穿什么？难不成你穿我的？为什么不行呢？哎，怎么样？是不是很合适？伤痛让抓紧花的迷惑。别这么辛苦了，我知道你辛苦。计算的步伐，每个背影，每个场景都有发过的梦。带我走到遥远的以后，带走我一个人自转的寂寞，带我走，就算我热爱你的自由都将成为泡沫，我不怕，带我走。唐露，你在难过什么？这是你自己的选择，风韵没有什么错。独自远走，保持寂寞，不愁眉。怎么还不下去啊？你不饿吗？我突然想到晚上还有个视频会议，自己吃饭。方玉啊！空荡的房间，无聊的影片，窗外阴雨天。我会一直等，等故事发生，长留一盏灯，陪我到夜深。只需要。冬月，你怎么在这儿？你费尽心思傍上富二代，怎么还过这么惨？不关你的事，你怎么知道我家？你是方氏的员工，我有你资料不奇怪吧？你爸上陈汉文，他就算有住这种地方。我说了，这不关你的事。时间不早了，冯总请回吧。以我现在的身价，你不该是对我这种态度的。好，只要你说一句当年你错了，我就告你放心。
当年的事，我不后悔。转身走向未来，放不下失去唯一自己获救的机会，对不起，都这次我心跳不掉是一路你疯了，我们已经结束了，结束了。如果我明白，会觉得我是你的女王，那风总更不会在我这种女人家里逗留到深夜。终于挣脱错爱的囚牢，撕碎心动的愉快，闭上双眼，绝不能再爱与被爱，命运叫人释怀。可我把你弄丢了，让你永远恨我也好，至少不会忘了我。虽然留在风市看你和别人亲热很痛苦，可是至少我又能看到你了。风月，这些年我真的好想你。露露，你怎么才接电话呀？阿姨她……我妈怎么了？我妈怎么了？是好消息，阿姨有苏醒的迹象，让你放心。那太好了，多亏你了。医药费方面我已经替你交了，你别有压力。谢谢你啊。Hi, St. Mary Hospital. May I have the medical bill for Miss Suka, please? Thank you. 唐诺，我可以。等一下，部门要去开例会，等一下。我是设计师，他们同样也是我的手下。你的绩效考核在我手里，多谢钱。好，我去。唐璐，你所有的骨气都用在了我身上了，在你眼里，你怎么那么好欺负吗？怎么搞的？把自己搞得这么一身狼狈，毛是。用这种不入流的小伎俩来虚张声势，何必呢？你什么东西啊！你也认识我？陆哥哥，他浑身脏兮兮的，我不脏你干什么？陆哥哥，我就知道你是为我好。把自己搞成这副仪态，是想丢风湿的人？对不起，陆哥。这样，你来干什么？曾经我觉得你穿白色最好看，因为你是那么的青春善良。你想说什么？现在，我觉得你不穿应该更好看。你干什么？
都不知道跟多少男人睡过了，终于不记得。我只是想提醒你，你已经有未婚妻了，跟别的女人这样不合适吧？那你信不信我当着唐欢的面跟你睡，她还是会高高兴兴的嫁给我？无耻！跟你妹妹一样，一样贪慕虚荣，这种感觉你应该会懂啊。我和唐欢没有任何关系，不要拿她跟我相提并论。也是，你哪比得上唐欢啊？他这找虚伪的明明白白的，而你啊，一见钟情，一面爬上男人的床，又当又立。那你为什么不带唐欢来买衣服？要带我来？你该不会觉得我是心疼你吧？配不了。有点闷啊。嗯。嗯纯洁的女孩，在这个世界上，我最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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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曾经你那么珍视我，如今。这就是你特意带我出来的原因。当然，总不能让我未婚妻来陪酒吧？风总今天好雅兴，还带了个小美女过来。当然要把黄总陪好了。唐露，来敬黄总一杯。你一定要这样吗？这是黄总赚钱美女。冯总说的有道理啊，要不我们加点彩头怎么样？这样才有意思。一千一杯，你喝多少，我就给多少。好啊，黄总，来，我敬你一杯。来。美女，好久没来了。来。美女，好久亮。今晚我们不醉不归。方总，黄总今天一千块钱跟我喝一杯，你可别扫兴。来，黄总，今天我们不醉不归。不醉不归。美女，要不这样吧，咱们俩喝杯交杯酒。
黄总，交杯酒的话，就不是这个价钱了。好说。黄总真是大方。来，哥。黄总，您这是怎么？哪里惹您不高兴了吗？我的钱！我的钱，那是我一杯酒一杯酒挣回来的。跟我睡，我给你一百万。不要你的钱！你不能为有钱就离开我吧？是不是只对我这么残忍？因为你是风月，跟别人不一样。我不想让你看见我狼狈的样子。唐璐，我是风雨。你怎么跟唐璐在一起？现在国内时间应该很晚了。你猜猜我们刚才干了什么？把电话给唐璐。唐璐太累了，睡着了。风雨，马上给我订一张最快回国的机票。家啊，是你非拉着我不让我走的。不可能。又不是没睡过男人，被我抓奸的时候还面不改色，现在何必假惺惺。放心，我昨晚没碰，不过你的金主相不相信我就不知道了。看我，你说什么了？这么在意他，看来他真的是你的金主。唐璐，现在风氏的资产比他多一万倍，要不然我当你的金主吧？你什么意思啊？你都已经跟唐欢订婚了。即使我结婚了，我也不在乎再多一个可有可无的情人。唐欢，你好呀，你来干什么？我来干什么？你口口声声的说我妈是孙子，那你现在又在干什么？勾引别人的未婚夫，你可真是够言无忌。来了。昨天晚上应酬到那么晚，累坏了吧？是你叫他来的。未婚妻接未婚夫上班，很正常。风雨，一定要这样羞辱我。哦，这样。
昨天晚上跟辛苦姐姐照顾哥哥了，这份心意我一定会帮你记清。大家早上好。没想到他竟然是这样的人，明知道方总有悔婚期，他居然装醉勾引人家。 真是不要脸，还故意把视频发出来，不就是想逼宫吗？怎么成这样？方总找你，那个视频我。 就是想要钱吗？直接告诉我岂不是来的更快？何必这么大费周章啊？如果我说不是我呢？之前你倒贴男人，很有目标，怎么现在还装起可怜了？收拾一些你恶意的眼泪，不是你赔的。现在你对于我而来说。 是吗？那你怎么还被我这个无关紧要的路人激怒了？我只是惊叹于普通人怎么会这么没有底线。陆毅那天晚上的同房的陪我睡，我还是喜欢过。哥，不允许你这样对陆毅。 陈赫，你有什么资格替他说话？就凭你，他是活女人。唐若，你这个金主，这里还不错啊。其实我，这是我们两个人的私事。风总不会连自己员工的私生活都要干涉的。 啊，陆总，陆总，陆总，你凭什么这样对你？我说，不准走。陆总，我尊重你的选择。对不起。 都没怎么看，陆总。汉文，我知道你刚刚是为了帮我，谢谢你啊。其实，汉文，我们是好朋友，永远都是。以后这样的事就不麻烦你了。你是不是还爱这份工作？ 现在的我负债累累，还有家庭负担，没资格去爱任何人。我只想让自己好好的生活下去。露露，在你重新找下一段恋情的时候，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陪着你，等着你。好。我尊重你的选择。 但我有自己的坚持，我要否定。玉哥哥，姐姐这次的事情实在是太过分了。不过你放心，视频的事情我一定会调查清楚的。就这些，十分钟就好，召开河北医院设计。二伯的项目不是在下个月才招标吗？
我说的是马上，涉及部必须全员到齐，不接受任何形式的请假。如果有人没到位，涉及部全员开除。唐璐，你现在在哪儿？马上给我滚回来开会！我今天已经请假了。你想害我们整个部门都被开除吗？你这个人不仅拜金，而且还自私自利。这是什么意思？哎，浩文，公司那边有点急事，我现在必须回去。医生那边……放心吧，交给我。露露，风韵现在对你还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吗？不好意思啊，我来晚了。这不是设计部的会吗？风总你怎么会在？不然我该在哪？在你的床上。风总，请你注意言辞。难道我说的不对吗？你故意散播我们的视频，不就是想和我扯上关系？现在我成全了你，你应该感谢我的呀。怎么脾气这么大？昨天晚上在我的床上，不是挺怪的？羞辱我，你会真的开心？姐姐，你也要理解一下于哥哥吧。当初是你攀龙附凤抛弃了他，是谁心里都会有气吧？什么？唐龙过去死了风总？这个女人，也对，你这种女人，不二罢了，不是要放在心上。哎，玉哥哥，你不参加浩国大佬的招标会了？这是他们设计部自己的事情，风是不养闲人，若竞标失败，负责人自己滚蛋。既然玉哥哥都这样说了，那这次招标会也是自己负责吧？我一个人做整个标书。唐璐说了，他一个人负责一整项，当然不用有压力了。好好好好好，你好的。你可以找男人帮你嘛，这不是你最擅长的吗？没办法，天赋异禀，有些人想学也学。要是招标拿不到，我要你好看。没什么事吧？汉文，你怎么来了？我就知道你工作起来很多不过，还得扣我的头位。你呀，谢谢啦。我不怕辛苦，你说爱上你是个错误。我就知道你晚上肯定又没吃东西，又低血糖了吧？谢谢。我倒是挺愿意费心的，倒是你啊，多注意自己的身体，快尝尝吧，亲爱的草莓蛋糕。我爱过几个人，怎么还不够？他们明明都比你更爱我，你到底拿走了什么？全世界都不够。浩文，有点晚了，我都不请你进去坐了。可是，我专门准备了一些关于浩博大楼的资料。我觉得你肯定用得上。真的？
好，是唐露小姐吗？我是，您哪位？这里是夜宿酒吧，有一位风先生喝多了，现在意识不清，您能来接一下他吗？风玉，你们是不是找错人了？你们可以联系唐欢，可是他的手机里只有您一位联系人啊。怎么可能？你要去吗？接他的人多的是，唯独没有我。浩文，时间不早了，你早点回去休息吧。这个我会好好研究的。嗯，那你别累着。你果然还是放不下。喂，你想知道风玉现在在哪吗？一定是喝多了，不然的话怎么能看到你来找我？是我，我是唐璐，我真的来了。走，我送你回家。我等候的总是你怎么这么想？这么多年，你怎么就不想我了？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你都应该向前看。我忘了。唐璐，我恨你。我就更恨我自己，我为什么就忘不掉你了？我认输了。我认输。我们再重新在一块儿。你不好，唐璐。身旁。唐璐，你怎么在这里啊？唐璐，你怎么在这里啊？等一下。你去开车，我要照顾宇航。来、走吧，走吧，来，来，来。玉哥哥，密码是多少呀？玉哥哥，这怎么办呀？你怎么知道啊？这是他以前的习惯，我刚好记得。你最好是。我是玉哥哥的未婚妻，我会照顾好他的。他胃不好，如果有蜂蜜水，你记得给他冲一点蜂蜜水。他已经有未婚妻了。这里已经不需要了。唐璐那个，天天都想勾引玉哥哥，这一次就让我和玉哥哥生米煮成熟饭，要是能怀孕就更好了。唐璐，你斗不过我。等你已经好久了，哥哥，你醒了。我是醉了，又不是死了。衣服穿上。可是我是你的未婚妻啊，我觉得我们的关系可以更进一步。一句话我不想说两遍，把门带上。
唐经理，怎么看着气色不好，昨晚没睡好吗？哎呀，昨天晚上玉哥哥喝多了，送他回家，他非不让我走。这男人呀，一旦喝多起来，真是受不了。姐姐，你这是怎么了呀？不会是听说我昨天晚上在玉哥家过夜，开心了吧？这是你们的私事，跟我没关系。是吗？是。一听窗外的小雨，好轻盈，好安静。思念的声音多深情。你也太简单了。你怎么说也是欢欢的姐姐，我们结婚的时候来当伴娘，不过分吧？玉哥哥，你说什么？你要跟我结婚啊？啊！哈哈哈哈哈！微风吹过的一瞬间，似乎吹翻一切，只剩寂寞跟沉淀。嫁给我。你要跟我结婚啊？当然啊，两个人相爱就是要结婚的。心中的热全不退，怎么你不愿意啊？你愿不愿意吗？愿意啊。你愿不愿意吗？愿意啊。我听不见。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光的夏天，空气中的温度会更遥远。你对我这么关心，结婚啊？玉哥哥，你对我也太好了！恭喜恭喜恭喜！我一会儿还要开会。风雨早就跟我没关系了，我要好好赚钱还债，现在在一起。方泽亲自监督浩博大楼的竞标进度，唐木良好表现。我们这次的投标项目计划主要分为三个板块。演讲没用了，只是讲核心知识。是，我们这次投标的预算是1.5亿。怎么算出来的？根据当前市场耗材价。为什么话告诉我？我给你时间做标书，你就拿这种垃圾公司来糊弄我！你就拿这种垃圾公司来糊弄我！我再给你3天时间，不希望再看到这种垃圾。方总，我要重新做人。你这样说的话，我们就不能合作。你受伤了。啊，好疼啊。送去医院。笨蛋，你再来晚一点，我伤口都要愈合了。哇，你敢骗我？哎，没有，我错了。让你跟我道歉。抹去尘埃，只因你还会在。愿望藏进心里笨拙的小孩。一点都不高兴。我知道你不是有意的，没关系的，我先去工作了。你
明明知道，只要你跟我说一句软话，我什么都不跟你讲，你想做什么我都可以帮你。为什么你对我就那么狠呢？我都已经那么对你了，你还不死心？你是想重蹈覆辙吗？两者共也感觉压抑。那你愿意吗？我愿意。就让我留在轮回的边缘，等一道光线，看见某年某月我们之间曾经说过的语言，就让它带走你的那瞬间，成为我们的纪念。谁能发现我的世界曾经有过你？什么？你让我去陪睡，我不干了。不就是陪男人睡觉吗？我都没睡，双十五床了，就从一个月洗碗刷马桶挣那点钱，还攒几千万的药，真可惜。来，你去。Hey, hey, hey, where are you going? I give you money, you need to stay with me. I'm sorry, I won't go with you. You can't. I will call the police. You need to go to the jail!你现在都吃西瓜了，还吃面？我考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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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一口，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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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属于你的注定，不属于我的命运，不要命，不离不弃，暴风雨里静静的运行，爱写出我的诗句，算不出我的命运。理解我的命，还给天地，还给你。风月，我已经不是从前的他，现在的我根本没有资格爱你。对不起。唐璐，听说华国大厦已经做好了这次筹备医院的设计图，对手公司都已经在打探向你制作标书了，你怎么还有脸在坐着？华国大厦负责人根本不是有脸没有见过任何人，你把制作标书的时间浪费掉了。你好，我是风氏集团的设计师，我来见一下浩博大厦的负责人。没有预约，谁都不可以进。哎，拜托了，你通融一下吧。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没事吧？陈总，怎么可以动手呢？陈总，我以为他也是那种乱七八糟的人。浩博大厦的负责人是你吗？你在看浩博大楼的项目呀？听说他们这个负责人很神秘，从来都没有露过面呢。居然是他！你先下车。嗯，我们不是要跟爸爸去吃饭吗？你要不我吃饭的时候帮我道个歉，我有急事要处理。
开车。宇哥哥，你又把我丢下。楼上你好，我是风师设计部的唐木。走走走。德兰，我今天是没空的，看这小子非得缠着我，这就把所有工作都推了。爸。爸。这是我养父，你知道我父母去世的早，多亏爸爸资助收养我。您要是真感谢我，就早点娶妻生子啊，让我早点抱上孙子。唐小姐，你可是汉文第一个带到我面前的女生，你们两个不走，不能进去。风玉，风玉，风府，您可是稀客啊！冒昧登门，赵总不急。风总，您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浩博大楼的项目，风师一直很重视，所以应该亲自由我来跟你谈。风总，原来是担心自己的员工在我这受欺负。那倒也不是，不过这名员工能力水平有限，品行也不佳，这样的人代表风师，只会丢风师的脸。来手续干什么？你可以走了。风总，说话要有正直，我可不希望再听到你余鬼路。一个小员工而已，影响不了我的合作。你们忙，我先走。哎，别走。浩博大楼的项目，我可以直接给风师。让我有个条件。冯玉到底为什么不来？你到底能不能拿捏住他呀？我不是已经在努力了吗？唐布，你怎么会来啊？臭丫头，从国外回来也没回家看，眼里有没有我这个老爹啊？唐欢才是你的爹，我跟你没有任何关系。玉哥哥，你来啦。黄玉来了，哎，快快坐坐坐。餐厅是我订的，非常正经。不过你们放心，我们不会打扰到风总和魏风起的家宴。好，既然来了，就一起吧。哎，好，来来来，坐坐坐坐。姐姐，赫伯大楼的项目都火烧眉毛了。你还有空间吃饭啊？真是的不用熟悉。唐经理还不知道是吧？浩博大楼的项目，不能看。不可能，项目都还没有开始招标，他怎么可能拿到手啊？浩博大楼的项目，我可以直接给封师，但我有个条件。不，必须是浩博大楼项目对接的负责人。这么大的项目，你做得了吗？赵总，他当然不行。爸，唐小姐，项目我可以交给你做，但是我得加个条件。项目做成后，你要给汉文一个机会，让他追求你。唐木，怎么运气就那么好呢？凭什么他什么都能得到？凭什么？走路没长眼睛啊！抱歉，小姐，没有弄脏您的衣服吧？小姐，这边送你一个我们店的刚才花生蛋糕，您看可以吗？花生蛋糕，我记得唐木花生过敏，这一次非让你把脸做光。好啊，那送到我们23包间那位小姐手里吧。好的。是酒店送您的蛋糕。谢谢，请慢用。不如你看，
这是浩博大楼的设计稿，咱也知道还是退货吧。你看，这儿这儿是没问题。我到你旁边来。这么简单图纸，你都看不懂？这么简单图纸，你都看不懂？我大学学的是环境设计，建筑方面的知识都是自学的，还不充分。你这种水平，怎么进入公司设计？是封总您亲自把我拉到唐经理的学校，又不是我非要进设计。露露有些不懂，我会教他，不劳烦封总费心。他要做了错事，别人只会说公事用人不善，怪不得陈总头上。我相信你，他一定可以。露露，你怎么了？上不上钱？郑华生，你不知道刘华生的名吗？你怎么照顾他的？我不知道。玉哥哥，下在我窗前，玻璃也在流眼泪。街上的人都看起来比我幸福一点，用寂寞来自言，还是最想要你陪。曾一起走过的夏天，我常常会梦见。爱你是孤单的心事，不懂你微笑的意思，只能像一朵向日葵在夜里默默的坚持。爱你是孤单的心事，多希望你对我诚实，一直爱着你，用我自己的方式。你拦我干什么？这是你干的好事儿。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你这么喜欢他，干嘛不让我进去？还让他单独跟凤姐在一起？这不关你的事儿。我要干什么？你也管不着。我警告你，你要是再敢上，绝不放过。告诉你，不是方玉。放手！玉哥哥，姐姐没事了吧？刚才真的好吓人。回去吧。别告诉我们。你也不用这么努力吧。明天周一，公司例会要考察项目进度的，浩博可是重中之重。刚刚集团已经把新的数据发过来了，我当然得好好准备。那也要先养好身体，听我的，回去叫吧。哎王专长，下面由我向大家介绍浩博大楼的最新项目进展。这是怎么回事啊？唐璐，你不会是没准备好吧？我要做的内容早就做好了的。哎呀，没关系，你身体不好嘛，大家也都能理解。要不这样子吧，
后面呢，霍霍大楼的项目只有我来负责，你随着我就好了。方总，你说呢？我不是对接什么？可以，郑总。等一下，浩博大楼的项目既然已经交给我了，我就一定会做好。电脑出现了点故障，不过没关系，我可以脱稿汇报。脱稿？没搞错吧？针对本次浩博大楼的项目，我做出了以下的分析。在大楼项目可行性研究中，对项目的产品销售以上，谢谢大家。曾经监控拿到了，确认付我了。如果让他知道是唐欢做的，他会甩了唐欢，回头找露露吗？你对露露他的在意，不行。不好意思啊，真要选个东西吧，我加倍赔偿你。这对于我来说至关重要。我跟你一起去找冯总，出什么事情我负责。这，你就是这么办事的？对不起，冯总，这个事情和周经理无关，是我不小心踩坏的，我可以赔偿。你踩坏是我调查露露过敏的视频。啊，这个事情跟露露有关。陈汉文，你和露露在一起的时候她过敏，你又刚好踩坏了探视监控视频，这件事情怎么这么巧啊？你什么意思？你觉得我要黑露露？你还硬盘给我，我修复了怀疑真相。你干什么？你干什么？露露，我不小心踩坏了你餐厅过敏的视频，你怎么还有不可能。你是这么相信？这个世界上所有人都会害我，怕你。既然他对你这么好，那他在大学的时候就是。他父亲现在才知道你的存在，他爸爸一定以为现在他要追你了，没想到早就把你勾到床上。你够了，他一定是玩够你了，现在又觉得你像狗皮膏药一样甩不掉，所以才在你的影视里面动手脚。你，我们的事情不用跟他解释了，汉文，我相信你就行。喂，什么？你明明那个投入者很向上，怎么搞成这样？我一看他特别不诚恳的模样，你要是真忘了，这次找他解释清楚。喂，医生，我妈怎么样了？遇到了一个难题。什么难题啊？现在病人的治疗过程中缺少了一种药物。哪种药物？很难找吗？很难找 ，Skysona 全球都十分紧缺。能不能联系国际医院？无论花多少钱，我都愿意。这个就是有钱也很难买到。露露，你放心，我已经买到了。你怎么买到的？联系黑市。汉文，太感谢你了。黑市价格一定很贵，你花了多少钱？你一定要这么跟我见外吗？喊了，这是我的原则。好，等浩博大楼项目忙完，我告诉你。哎，忙了一天了，今天就在客房歇下吧。
都已经十二点了，我肯定不让你一个人离开。难道还要我开着往返两个小时送你？那好吧。保留说你没落的，你我爱过几个人。傅玉，你在痴心妄想些什么？快走出去。风玉，你怎么在这儿？我在林初的心。难道你在这儿等了一夜？怎么会这样？那你为什么？是我让玉哥哥来的。我和玉哥哥婚期已经定下来了，特地来告诉姐姐你们。不但被花受伤，云南的句号。是，半个月后，张局长到北京。姐姐，你一定要来哦！记得给你的妹妹和妹夫准备一个大红包。届时，我会和陆陆。孩子那天不忘，是你给的好。玉哥哥，今天的事情我是想跟你解围，你不会怪我自作主张的。你跟踪我？不是的，陈家离我家很近，我就是路过而已。是吗？玉哥哥要是介意的话，那就当我随口一说算了。不。那不是你是外人而已，管他做什么。风总，浩博项目的财务审批需要您签字。滚！你看到我在做什么吗？这个项目尤为重要，请您先签字。玉哥哥，设计系的同学会时间是今晚，你可不可以带我一起去啊？好，我会把你介绍给我的老同学。好，老同学，今晚我没时间。那我更没时间签字了。好，你签字，我就去。深藏不露，平日里跟咱们在学校的嬉闹，没想到人家风总真的是风世绝代。对呀，那时候穿的普普通通，没事还出去勤工俭学。谁说不是的？若非如此，怎么能看过人家？来来来，干干杯，多重啊！哎，那时候因为前劈腿那女朋友，谢谢你。啊啊！不过我听说风总准备结婚了，是哪位门当户对的千金呢？玉哥哥。哎，这是。我是玉哥哥的未婚妻，我叫唐欢。唐小姐。哎，
话说，封总之前劈腿的女朋友是不是也是你？哎，戏里那么多人，肯定早不忘了。不过封总在，你他应该没人。小姐，对不起，我没看到你。没事儿，没事儿。哎，姐姐，这等下还参加同学聚会呢，你怎么就把自己搞成这样？没什么要紧的，我去旁边商场再买一套就是。小姐，这附近没有商场，我这有身干净的保洁衣，你看，姐姐，你之前就嫌贫爱富，黑小不会嫌弃你吗？没错，我就是看不起穷人。嫌贫爱富到唐路这种程度，我听说在国外也没来，不知道。是啊，我姐姐去洗手间收拾装束了，等一下就回来了，大家同桌一场，你还留点面子呢。来来，喝酒喝酒喝酒，来吧来吧，来来来。这公主还挺极品的，放开我！哎呀，坐好！哎，真行！你的 KTV 小姐有两下子，更带劲了。对，也糊涂了，这是咱们同学投入啊！裙子这么短，能是咱们同学了？我看啊。更像是来勾搭人的，要是能像这位小姐一样穿得端庄大方，我还能认错呢？看衣服识人，咱们艺术系什么时候这么没品人？够了，够了，今天是来跟你学课的。对，来，坐，喝酒，来，什么时候学的防身术啊？露露，这下这么大雨，怎么还不回家呢？这里的演出费最高，医院又催款，我妈还等着用钱呢。你妈的治疗费用，我会想办法的。海文，我不能总拿你的钱，你已经帮我很多，我想靠我自己。露露，这一带混混特别多，我担心你，怕你受伤。放心吧，我已经学了擒拿术，能保护。走吧，最近学的，风总该不会以为我早就学了，一直对你手下留情。花拳绣腿，咱们一起玩个游戏吧，真心话大冒险。咱们先转酒瓶，酒瓶转到谁，咱们在真心话的盒子里面抽一张纸条。真心话的盒子里面纸条消耗完了以后。再抽大冒险的，你们觉得怎么样？可以，可以啊，来，咱就玩这个。那唐小姐先来。行，那我先来转吧。来，你问呀，姐姐，你的初夜给了谁呀？这位金宝，在吗？这个回答，下一个吧，下一个吧，那我来吧。哎，没有尝过，又是。你睡过多少个男人？记不清了。这个问题含糊太多了。那要不我先来。来。哎呦，这邪了门了，怎么又是你呀、啊？那我来想一个，在你好过的这些男人里边，你最爱哪一个呀？我最喜欢钱老板，钱老板，
好，风总都说了，咱们就玩大冒险怎么样？行，可以，行，没关系。我来。你怎么这么不争气？我在这里干什么？然后你那个男人说电话吗？你不在里面求婚吗？男人多到自己都记不清，陈海文知道你怎么放荡。他爱我至深，留着我玩。是吗？既然外的这么开，那你跟我在楼道试试。你放开我，我不想跟你试。唐欢，玉哥哥，你怎么出来了呀？同学们都在等你，刚才的求婚还没开始呢。用力的飞鸟扑了空，那样的。姐姐，大冒险都还没有开始，你该不会是玩不起吧？有什么玩不起的？游戏继续吧。来，继续。赚到谁就是谁。哎，唐又是唐露啊？是什么？啥呀？给你两个选择。第一个，向在座同心的人低三个头。不像。第二个，跟等一下进来第一个人。这不就是唐欢吗？对呀、啊。要不这样吧，露露，这一会儿进来的人呀，不知道是人是鬼，我劝你啊，就选择磕头吧，好吧？对，磕头。那就准备跟等下进来的第一个人等等10分钟。我专门做了安排，唐露，你就等着接吻。陈海源，谁点的外卖？再给你一次改变的机会。说了你就知道。他没踏入，第一个进门的。找不到人说心里的寂寞，找不到怕黑的折磨，找不到命中注定在一起的那个人。很多人都像我一个人过生活，爱只有简单笔画，却比想象复杂。
和安定爱变化。我爱过几个人，也被爱过几遍，却还是没能将幸福留下。爱是不可说的吗？为何我还相信他不是独行侠？玉哥哥，我在等一个人，在等我的永恒。绝不允许风玉和你从我身边经过。回去好好练练本技。那天你可不是这么说。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陆某，汉文，你怎么来了？我来接你回家。你不知道唐璐刚才……我不在。毕竟在陆总眼里，谁都不如。汉文，你慢一点。陆总，你难道忘了你的初衷？你难道又要和风玉在一起？我没忘，刚刚是在玩游戏，我也不知道第一个进来的会是他。陆总，后博大楼项目已经在我们会定，你还记得你答应我父亲，只要项目完成了，你就接受我的追求。汉文，你知道的。我没有放下风云，我不在乎过去，我只在乎未来。我只想知道，接不接受我的追求？我既然答应过，就是花送死。太好了，陆总。多深刻的折磨，你一抛弃我们，从山里走看看滚火。喂，露露，我们中午一块吃饭吧。好、啊。手中工作停下，跟我下楼。我和玉哥哥要结婚了，得去试试礼服。姐姐，你作为伴娘，一起参谋参谋吧。我没答应做伴娘，我送送你。现在是工作时间，你做什么，有没有痛，有没有，包括你每月的绩效。是，工作。小姐，您可以看一看，我们这几款都是新款。哟、哦，这个还挺漂亮的。嗯，是的。玉哥哥，要不要看一下喜欢哪款？你喜欢哪款？还有这种枯萎的，还有无袖的。哇、哦，这个也蛮漂亮的，上面是钻的。没有回应的时候，你是否想过？怎么，你喜欢啊？孤单背影画不上的句号，也不是很喜欢。好吧，我毕业后啊，我一定让你穿上最漂亮最华丽的婚纱。阿玉，你真好。我只对你好。还在念念不忘是你给的好。我已经不需要你。他伺候我婚纱吧。这姐姐换了几个男人，身体都变灵活了。你该去换衣服。这个茶具是……哎，脚都湿了，姐姐要帮我擦一下吧。自己擦。给他擦。你。这是领导的命。
你放我鸽子，我正好来找你。露露今天照顾不了你，为什么？因为我们也要挑婚纱。 陆总，你放心，我一定不会逼着你跟我结婚，我们只是做做样子。我知道，哈文，你总是这么贴心，你可以加贴心也不耽误你水性。哎，某些人得不到就总喜欢酸言酸语，我们不必在意。陆总，这些婚纱中有你喜欢的吗？没有。那。 你喜欢的婚纱是啥样的？我喜欢的婚纱，不必过于华丽，只需要最简单的款式，胸口镶一颗白钻。一颗？嗯，代表一生一世，一心一意。玉哥哥，你看这一款好看吗？玉哥哥。 没事，东东，医生，怎么样？ 病人身上碎片已经全部取出，但现在失血过多，医院血库又告急。我在血城，跟我走。玉哥哥，风月，我绝不会把露露让给你。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你呢？没事，小伤而已。 向浩言道歉。你说什么？要不是你不在队，他自己不会死，他们就不会受伤。告诉他，那我又不是故意的。你醒来就不顾伤口，就替他说话，他对你来说真那么重要吗？我怎么样无所谓，但我绝不让我身边的人。 受别人欺负，看我不道歉也没怎么。浩博也算是风氏的大才，风总可不能这么对待自己的生意伙伴。我宁可赔一场，也不道歉。你，哎，算了算了，老少爷，露露还休息，就请两位请回吧。 姐姐，他就是白眼狼，你跟他输血，他问都不问一句。别以为我看不出你的故意，我警告你，唐露是我的，我可以折磨他，但你不能伤他。明白了？为什么？ 欢欢，小曼露，放我！妈，你是没有看到，刚才于哥吓我的时候，他就是要把我杀了你。还有他之前在 KTV 里面吻唐露的时候，那么深情投入，他就算知道唐露有几个男人，他也不嫌他脏。那是因为风雨没有亲眼看到他脏了。 找几个老男人和他一块玩，然后全程录下来，让风雨亲眼目睹。
我就不相信了，有哪个男人能忍受得了？我这就去安排。哎，等等，这事儿必须出手就做，想办法把风雨和程盼文支开，不能让他俩坏事。可是我根本就支持不动他们两个呀！你指使不动他们俩，还指使不动唐璐吗？他们是我的手下呀。太好了，浩博大楼的项目终于审批完了，我的绩效奖金下个月就能下来，终于能还汉文钱了。喂，汉文，你上次在黑市为我妈买药到底花了多少钱？露露，我们已经是男女朋友了，不用计较这些。你快告诉我。1000万。那我先还你一部分。算上之前的花费，我还欠汉文6000万。你来干什么？江城有个项目要谈，3000万提成，你要不要去？你能这么好心把好项目给我？这个客户是出了名的难缠，其他人都避之不及，便宜你了。看到没，那一张合同，只要你能谈成就有3000万，我能骗你公司。好，喂，汉文，我已经到江城了，你放心。不是我忙得走不开，我就陪你去了。你在外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好，你也是。不好了，有人晕倒了。让我看看，让我看看。任务。喂，120吗？这里有老人晕倒了。啊，来。哼，小石头讹你，你不会呀？哎，你别动他，小石头讹你。哎，怎么了？哎，你放心，我已经打120了。哎，王璐在宁公手上。安排人住院的情况，他出差了，伤痕没好就出差了。他听说有个3000万提成的项目，连夜出院来求我，我只好答应了。他去了学校，同城。就算你掘地三尺，我也让你在同城找不到他。哎，你别乱动，医生说了要静养。你看，路上那么多人，就你不怕讹诈来救我，还陪我这么长时间，谢谢你了，姑娘。嗨，举手之劳嘛。哎，你救人的手法很专业，你是搞医生的？不是，是我妈妈身体一直不好。我就学了一点简单的急救知识。你呀，又孝顺，心又好，真是难得呀。您过奖了。我呀，哎呀，幸好你没事，吓死我了。以后你再不要甩掉我们独自出来了。都是你们管得太宽了，不然我能一个人跑出来。既然您的家人已经来了，我就放心离开了。好，那就不耽误你了。再见。哎，再见。慢走。哎呀，哎，这个姑娘要是能做我的孙媳妇儿，多好啊！
哎，哎呦，我怎么把他名字给忘了？管家，快去查一下我救命恩人的资料。好，哎，顺便把手机给我带回来，我要给我那个孙子啊冯玉打个电话。好，好，好，给我一定去通知的机票。 爷爷，冯玉，快滚来疆场！爷爷差点死路上。什么？爷爷，您应该让医生给你做个全面检查，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医生说了，我打高尔夫打的时间太长了，才晕倒的，没什么大事儿。医生已经检查过了，确实如此。你看，这次把你叫回来，主要是为你的婚姻大事。我呢？ 绝不允许你起那个虚荣浅薄的贪官，这家伙人呐、啊，贪得无厌，口蜜腹剑，没一个好人。爷爷，哎，你是不是觉得我老了，我管不了你了？没这个意思。那好，把婚姻取消，我呢，把我的救命恩人介绍给你，哎，你们见见面。救命恩人？是啊。 那天我晕倒入旁，多亏了这个闺女给我做心脏复苏，打120，人美心善，哼，做我们封家的儿媳呀，再合适不过喽。你是不是想气死我呀？哎呀，哎，我去。 走了，走了啊！走了啊！哎呦，这小子！喂，你好，恩人呐，我是昨天你在路边上救的那个老头子。啊，哎，您怎么知道我的手机号码？我是跟医院要的，这个不重要。哎，你现在在哪儿呢？ 我在上下酒店。哎，好嘞，哎，还不去，赶紧把地址告诉少爷去。啊，王总，药搞到了吗？准备好了，这种药一旦喝下去，练女也会变成荡妇。行，事成之后，3000万准时打到你账上。你放心吧。 王总，不好意思啊，来晚了。你求我合作，还让我等，这就是你们风氏的合作之道。真的很抱歉，路上确实遇到了点事。道歉，总该有个诚意吧。我看这合作没必要继续。我喝。 好说好说，这次合作少不了张总的心理帮忙。咱三个一块儿拿下来，不必这么客气。大家都是自己人，好人的时候，自重，待会儿会求着我们自重。<笑>哎，你看我们三个人伺候你，多幸运啊！啊，你看我们三个人伺候你，多幸运啊！啊，爷爷，他联系方式发我。 哦，对了，他叫什么名字啊？他手机号15055205，方明，唐露。唐露，他不是去同城出差了吗？不在这儿吧？给我，小美人，你躲什么？待会儿。
我就让你欲仙欲死。你看你放开我。出差就是来做这个的。方总，是他非要陪睡的。叶总，怎么什么人都能当你的金主？你怎么这么贱啊？好熟悉的味道。哇，这么坏蛋也好熟悉。如果今天不是我，你叫他们也这么热情吗？你要不要我？I need your love, 날 데려가 I need you now, 꼭 안아줘 王总，事情办成了？不好了，现在把唐木带走了。什么？小航，小航的床就没那么轻易下去了。Into a world I can't control. I hear it calling down in my soul. 我要你，我这一生都只要你。这是原来，只有你。你是不知孤独的寂寞，谁却放任一生去挥霍。美丽的灯火，爱情幻灭坠落。不对，我独自来捉奸根本就造不成什么影响，我得让唐露身败名裂。把江城的记者全都给我叫过来。是他，可这样一来，他想和我和好如初怎么办？不行，我不能前功尽弃。方总，方总，昨天晚上的一夜情，您不必在意。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一夜情，你就这么看待我们之间的？不然呢？你到底要骗我到什么时候？你昨天晚上明明说……你可别太天真了，床上的话明星。我这一生都只要你。这些年来，
只有我，只有你。那这是昨天晚上的热情也是我下药了吗？那我下药了跟谁在一起都是不是问题？再说一遍。再说一次。看来昨天晚上我的表现并不很好，要不你千万，我再瞒你一天。滚出去！王木，我都要结婚了，你还在勾引我的男人！哎，老爷，老爷，大事不好了，你的救命恩人成了小三了！啊妈！记者说，唐小姐是第三者，为了恶心她那个妹妹，也就是常欢，故意引诱冯总的。你看，走，我要为我的救命恩人撑腰！好好好，走走。唐小姐发誓封锁不放，是想上位吧？勾引自己的妹夫唐小姐，你父母知道你这么下作。唐小姐，快回应一下唐小姐。我爸可管不了他，和他妈跟他一样，都喜欢勾引别人，真是基因遗传。闭嘴，没资格提，打我！这年头当小三都这么嚣张吗？谁是小沙？爷爷，您怎么来了？当然是来看我们封家的嫡孙媳呀。您是封玉的爷爷？对呀，龟孙媳。爷爷，我才是咱们家的孙媳。是吗？哦，哎，那你们报社关于刊登封玉的大婚消息，哎，念念听听。方氏总裁垂青唐氏千金，不日举办盛大婚礼。所以啊，没有指明是哪位千金，不是吗？是唐氏的长女，是方玉从大学追到现在的挚爱，也是我们冯氏家族唯一承认的嫡孙媳。谁无事生非，给人泼脏水，你们都清楚了吗？是，听清楚了。管家，待客。好，二小姐，走吧，走吧，走吧。记者。哎呦，把衣服穿好，有话回家再说。风爷爷，谢谢您替我解围，婚礼的事我会想办法取消。取消什么？我都当众宣布了，我的话是儿戏吗？原因会归结到我这里，绝不会影响风氏。你跟风玉已经是生米煮成熟饭了，风玉也不是那种花花公子的始乱气中的人。都是成年男女，何必在乎这个？如果一夜情就要娶回家，那方总岂不是娶林唐欢？哎，风玉从来没和那爷爷，你不想跟我结婚？不想。7天后，今天为我和你主持婚礼。你疯了！我已经说了，不要嫁给你。我也说了，既然上了我的床，你没那么轻易的下去。那是因为我，那是因为我会下药。如果没有下药，我就不想跟你有半点牵扯。是由不得你，而我又不想这样，真要不？你是陈汉文的女朋友。是你不会有人去查你的，你的承诺，忘，你不说我都忘
现在外面暴风网络和施工盖住的引擎的增加急速行程，现在可换人，一看就看懂。仅仅三天，睡到风雨怀里。认定是绝不放手。这次你和程长有结怨，必须和你谋面。风雨，你不能这么对人。怎么，这就心疼了？当时你和他联手背叛我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对我所交的了我的心。当我的风景只剩一些思念。我这些年是不是对你太放松了？你看到了，热搜报纸全都是，我想当瞎子都不行。三天，仅仅三天就睡上了风月的床。别忘了，你是我女的。别忘了，你是我女的。怎么？你对风雨也用过这招？汉文，我们都冷静一点。我跟风雨之所以那样，是因为我被下药了。啊？风雨这样对你？是唐欢设的局，风雨恰巧出现在那儿。如果是这样，我们就当一切没有发生过。不，汉文，这样对你还是不公平。我在意，汉文。当我决定接受你的那一刻起，我的确想过要忘记风雨。可是阴差阳错，我跟他的纠缠越来越深，而我的心也告诉我，还好那晚是风雨。汉文，我的身和心都已经属于另外一个人了。这样的我跟你在一起，怎么对得起你的一片深情？汉文，事已至此了，分手吧。汉文，你说的都是真的。汉文，我真的爱你。这是你最后一次为他流泪。从今往后，没什么不精彩，只要为了他，我想。风雨，就算我跟他分手，也没打算跟你结婚。周阳，立刻收购程汉的养父旗下所有的资产。哦，对了。那养父心脏不可以。正式举行。北边的项目做得怎么样了？目前呢，我们的人工湖已经进行技术评估，记得把绿化再更新一下。是。还有，玉哥，真打算不要我了吗？别敢去称帝称气，指使王总谈下一个事情，你以为我不知道吗？可是我真的是因为太爱你了呀，玉哥哥，你原谅我这一次，我
王叔，我真的不会再这样了。如果这次不是我在的话，真不知道唐璐会发生什么。你觉得我能忍受你对唐璐做了这些事情吗？保安，把唐璐带上风湿大楼。从此以后再也不见了。 你为人恶毒，这是你咎由自取。我一定不会让你好过的。陆若，我跟阿玛也一样，为什么不能是我？不行，我不能放弃。娶陆若一定是我。 无论如何，这一周必须要让唐璐妈妈醒来。妈，我已经想到办法去对付唐璐了。风玉，你不能坑我！哎，这么晚了，你带我来你家干什么？当时冯氏结婚前夕，你在给我戴顶绿帽子。风玉，你要是这么不相信我，你何必娶我呢？我说过了。 你越不想嫁，我越要娶。又娶又，你等着吧。我要是想出轨，婚后也能娶。你个，你这张嘴，真是越来越厉害。哎呦！ 快进来吧，爷爷，您从江城回来，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吗？你要是不来啊，你又要欺负我孙媳妇了。哎，对了，你呢，去给我泡壶茶，要盯着她，慢慢的泡哦。好。我呢，把阿玉支走了。 是想有话对你说。郑采薇有事想问你。哦，好啊，那你先问。你之前解围提到大学，您知道我和风玉大学什么事？让管家调查恩人的资料的时候，他就把你的情况都跟我说了。那您应该也知道，我当年贪慕虚荣，伤害了风玉，您为何不阻止我嫁给他？ 我人呐，虽然老了，但是我心里不糊涂。现在这社会呀，都让些恶人呐搞坏了，老人摔倒了都怕被讹上。你当时挺身而出，这说明你呀是个心地善良的姑娘。这样的姑娘，怎么会贪慕虚荣呢？我呀也看得明白，你呀，不管是什么姑娘，阿玉呀。 都是放不下你呀！可是我们回不到过去。你跟我来。这是他毕业前亲手绘制的，准备送给你的毕业礼物。这是他自己绘制的别墅。 说是你们未来的家，你在自家也能叠上，怎么那么不小心？是那个台阶设计有问题，又高又陡，迟早把它砸了。那你还是省省力气吧，反正你也快搬出去了。我没准备搬家呀。你嫁给我，不就是在住进我家了吗？你放心，我家里边用精心设计。 一定要用一个最温暖、最舒适的家。臭美，谁要嫁给你？嫁！哼！走走走走。
就是我送给他的。一个大男人戴这个也太……我不管，这个就是我给你的印章。其他女生只是看到这个就知道你女朋友了，省得他们天天做这样。那又怎么样？我告诉你，这个你必须要好好保存，日日携带，不然我就不理你了。哎，有儿子，发誓。原来我说的每一句话他都记得。这些年，我看到阿玉，从开朗到阴郁，虽然他嘴里说恨你，但是你的东西他一样都舍不得扔。我想这个傻小子一定是栽在唐露这个女人手里了。可是我的人生已经这样了，我怎么配得上他？我想你们之间一定有什么误会，有误会就解释清楚。毕竟再过几天你们就要举行婚礼了，你们将会成为共度一生的夫妻了。爷爷已经被管家接走了。姑姑，你根本不想嫁给我。如果我说，走，在我没有来过之前立刻。我经过世界，路过黑夜，阑珊的人群。我在想，这是不是一个梦？烟火现在这么明显。是梦的直觉。风云，这不是梦。现在我看到你储藏室珍藏的那些东西，我就决定，无论以后发生什么，都要跟你在一起。你都看到了？是爷爷给我看的。不停歇，我要是没有爷爷的多管闲事，我也不会想。哎，风雨，我有事情想跟你说。我之前，是你还是接吧，万一感伤前，像黑夜燃起的火焰。什么？都做好了。去哪儿啊？就留表在 Kiss Cruise， 在你身边的是我。If you are the one who came with me, please tell me who I was。回来了是原来那天我说不看你的我只是觉得当时你要说的话你就继续看没有别的意思是是是一定不是想要为我专属定制一套婚纱唐露
It's fading the fall sky. 谢谢你记得我说过的每一句话。 陆洛，我绝不会让你嫁给他。孙子，终于要结婚了，你呀。 可不能去录，哎，你看他跟这些家人跟没有似的，一个人没有参加他的婚礼，你呀可对他好一点。爷爷，你放心吧。妈，我要结婚了，等你醒来，我就给他去看你。 新娘子，你是要开始了，咱走吧。现在，请新娘卡。如果爱藏风险温度，这场梦会自动退出。醒来后，挽留你脚步，别走了，命运不是征途，抓紧我。风先生。 阿姨醒了，真的？他现在很需要你。洛洛，我们的婚礼还没完成呢。阿远，今天的婚礼可能没办法。今天你必须嫁给我。我妈妈，我……洛洛，飞机要起飞了，来不及了。阿远，今天我必须走。 这不是蔡先生那个网上那个做好新娘吧？哎，就是他，他挺像，嫁给风氏集团的。喂，阿月。无论以后发生什么，不要被你再次伤害。这辈子想嫁就只有你。阿月，谢谢你记得我说过的每一句。所以在哪里？ 今天我必须走，对不起。陆洛，说不定有什么苦衷。刚才他提到他的妈妈，或许真有什么事儿需要紧急处理。听到的是，我应该跟我说一声。可是，我不可能想跟别的男人。 喂，阿玉，陆洛，是我，冯毅就在旁边听着呢。爷爷，我知道你和阿玉都很生气，但是我妈妈这些年一直都在婚礼，现在突然醒来，急着见我，我必须要过去，但是我真的不是要逃婚。 现在就是国外，如果你再敢骗我，你就死定了。我在医院等你。
飞机要起飞了，来不及了。妈，咱们快跟上。汉文，为什么不住上马路里？伯母起来后，对全是外国人的环境很陌生，所以我就给他换了这家华人的名。谢谢。走吧。 露露吗？妈，你终于醒了。露露，妈的好女儿，妈这些年连累你，让你受苦。露露，我们三人在国外相依为命，不是很好吗？你一封地。 就让他扑空而回吧。Excuse me, Miss Suka. Our hospital has never treated a patient named Suka. Do you know Miss Tang? No. 有病。Mr. Chang. That stranger has been cheated on me. 干得好！信号屏蔽安置好了吗？不能让他联系上路。All the arrangements have been made. 露露，这些年不知道你过得怎么样？挺好的。妈妈在国外欠了几千万的赌债，还遇上了车祸，这些都需要钱。 我都不知道这些年你是怎么撑过来的。汉文帮了我很大的忙，汉文这孩子真的不错，他对你们一直是痴心不改，不知道你们俩近不近。妈，伯母，您刚醒来，不能再费精力，得好好休息。你看汉文这么贴心，以后露露呀就交给你照顾了。您放心吧。妈，你快睡。 医生说，伯母的大脑在昏迷中耗损太多，不可太费精力，情感的纠葛先放一放，别让他知道吧。医生不是说我妈要好几个月才能醒过来吗？怎么这么快就醒了？哦，他可能知道自己女儿要结婚了，心有灵犀吧。啊，风玉，换医院的事情没告诉他。 你不需要知道我是谁，你需要知道你今天迟到了。一直打不通。 露露，他或许还在飞机上。按照时间，他早就下飞机了。或许，他查到你母亲背负巨额债务，并不想卷进来；又或许，在大家的认知里，赌债并不是那么好戒的。说，谁派人害我的？是，说，是唐露小姐。 妈，汉博上到余哥哥吧？放心，那混混很快就会假装伪装，要不然哪有接下来的好戏呀？说，谁派人害我的？是唐露小姐。他说他看透了你，你拆散他和程先生，他还说，还说什么？他还说，他忍着恶心和你虚与委蛇，就是为了让你放下戒备，到国外来退出冯家的势力范围，我们在这弄死你也没事儿。 上上上！我已经报警了，警察马上就来了。先生，你没事吧？玉哥哥，你怎么在这里啊？
你为什么跟在这里？在国内看着你跟姐姐结婚，我只会更加难过，所以我就跟妈妈出国散心了。你呢，月哥哥，你不是应该在跟姐姐举办婚礼？婚礼？以后不会再有好的婚礼。 阿月，你会害怕跟我承担这一切吗？这是他自己绘制的别墅图，说是你们未来的家。是花生，你不知道是花生，你们。我在最恨我的时候，他都不忍心真的伤害我。 他犯了指使，绝不是逃避退缩的理由。我要找他说清楚。爷爷，您帮我查一下阿玉在国外的信用卡消费地点，我要去找他。哎呀，这下唐露已经恨上玉哥哥了，可是。 要是玉哥哥跟他解释的话，那不就穿帮了吗？如果老贱人是封闭害死，唐露还跟他解释个屁呀！玉哥哥怎么会杀人呢？不会嫁祸给他吗？医生，我妈妈恢复的怎么样了？病人提前醒来，身体和大脑都极为虚弱，她呢需要静养半年，请勿让她动一动，动一静。好，谢谢医生。 嗯，要有什么事儿，你去吧，妈就把你没事儿啊，去忙你去。妈，你去把您的女婿接过来。哎，露露去哪儿？给她干什么？玉哥哥，我已经找到了唐露妈妈的住址了。在哪儿？ 风玉，他人呢？好，露露叫的不是你吗？哦，露露和她大学时的男朋友，风玉在一起了。这露露可真是辜负了你的一片痴心。我不要紧，只要露露幸福就好。不过什么？不过，风玉和露露结婚，又让唐欢成了她的未婚妻。什么？阿姨，哎，你别着急，注意身体。 你去把陆果果找回来，绝不允许他跟风玉在一起。快去！好，去，我这就去。你该去月子散散心了。陆露妈妈就在这里。嗯，这个点应该就散步，还没到大堂。护士。 带我去那边看看花吧，你的要求还挺多的。是，老贱人，好久不见你，你这个第三者跑这来干什么？当然是来看我们耍花败将的。 那个高富帅呀，就是你女儿的未婚夫方玉。我要和唐风在一起，我抢走了你男人，我女儿呢，抢走了你女儿的男人。你和你女儿啊，都是废物。你，你错了，还是对和你一样的错。 被玩弄，染上毒瘾，最后啊，被撞的是半死不活。不会，怎么不会呀？风玉可是出了名的心狠手呀！你知道吗？之前呀、啊。
他还给你女儿下药，找好几个老男人玩弄他呢。啊！苏母，见到凤玉了。他没在。那你还要去找吗？不用了，他有消息会告诉我的。我还是先回去照顾我妈吧。走吧。 那个人好像就是唐璐的母亲，他肯定不喜欢看到我。唐璐呢？妈，妈，妈，你怎么了？妈，阿母。 你到底对我妈说了什么？你知不知道她不能受一点刺激？我告诉你，我妈要是臭你，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你先冷静一点。医生，你妈怎么样？病人强度已经死亡，请进。 你不是答应过我要跟我一起去环球旅行吗？你从小叫我言而有信，不会说话不算数的，对吧？
江鬼子的东西怎么会在这儿？妈，无论是谁要害你，我都不会放过他。 你好，哎，你好，请帮我调一下我妈妈今天的医院进出记录。哎，不好意思，今天医院的监控全坏了。全坏了？嗯。看来凶手是有备而来，需要我一步一步去找出真相。妈妈，你在天国要安息啊。露露，伯母肯定不想看到你现在的样子。 他希望你幸福快乐。伯母就是被你害死的，你这个恶魔假惺惺过来干什么？我只说一次，你确定？你要说什么？我见到你妈妈后，我就说了三个字：逃路。然后你们就出现了。鬼扯！江鬼之参与进害死我妈的事件中来了。 他们的目的就只有一个，风雨。我见到风雨害死我妈，必然和他反目成仇，根本不会嫁给他。所以，露露，你终于醒了。露露，你是神，你别碰我。露露，阿云，露露，你干什么？你忘了你妈妈临死前跟你说过，绝不能跟风雨在一起。干什么？我妈妈活得好好的，你敢咒她？露露，你，医生，医生。 安安姐，你现在多大了？10岁。你现在是在上小学吗？我已经上大学了。你看，这就是我从大一就开始谈恋爱的男朋友。这是怎么了？唐小姐因为丧女伤心过度，不仅记忆缺失，而且还神经错乱，没有治疗办法吗？这个只能靠她个人的意志力。 如果我们强行用药的话，会不会成为一个疯子？阿玉，这里好难闻啊，你们回学校吧。不愧是你，你一出手，这老贱人他一下就死。你都没有看到陶露那个表情，他已经彻底变成不论闹掰了。你哥哥他马上就要回我的身边来了。 那俩母女啊，就是被我耍着玩的命。哎，不过也真是晦气，去见那老贱人的途中啊，我这新开光的珠子也掉了。妈，没事儿，等我嫁给了于哥哥，我给你买一柜子的珠子。慢点。 唐露，玉哥哥，他怎么在这儿啊？这个凶女人好可怕啊！你就是勾引班里小三儿？你不是谁呢？玉哥哥，你怎么还在护着他呀？你都忘了他发生了什么事情了？所以他们被影响了不少人。只不过他伤心过度，已经及时治疗。 什么？精神错乱？不可能，这不可能啊！唐露一直在骗你，唐露！我不来着。胡乱心，不要碰我！我是汉文，我密切在国外经历风雨的汉文。经历风雨？你在国外到底经历了什么？不关你的事儿。玉哥哥，你不要相信这个男人说的话。
他为了他都头昏了，让风氏成为全国的笑柄，他俩一定是在狼狈为奸呀、啊！露露当时为什么跟你走？难道真的和他妈妈生病有关吗？风月，你放过露露吧。露露的日子已经过得很惨。汉文一向坦率，为什么现在不直接把真相告诉风月，而是这么模棱两可的回答？可现在不肯放过的是你。阿玉，这些人都好可怕，你让他们走好不好？我听到了，露露，我送。他们对不起，我为了查出我妈去世的真相，只能这样做了。怎么样，唐露真的疯了？就算是他疯了，玉哥哥还是护着他。疯了正好，一个疯子对不起还更容易。风月，风月，嗯，之前是你睡沙发，这次换我睡吧。上次，放烟花，哎呀，我想不起来了。好了好了好了。你起来为什么？露露，好呀，你会给我讲睡前故事吗？我妈妈之前都会给我讲睡前故事。露露，嗯，你今年多大了？七岁。睡觉吧。哎，哎。露露，找到你了吗？他找过我。是啊，今早特意问我要了你信用卡消费记录。我在医院见过露露妈妈，说明她身体一直不好。露露和陈汉文不可能带着一个病人远走高飞，而露露今天早上才知道我的行踪，更不可能昨晚就安排杀手杀我，这其中一定有不轨。帮我调查露露在国外的一切事情，一切。来，多吃点饭，别饿着了。阿玉，我妈说她给我留了一大笔嫁妆，所以以后不用担心我们的生活问题，我支持你创业。那我谢谢你。你这个表情是不是不相信我？是真的，我妈妈真的给我留嫁妆了，里面全都是古董，随手拿一个手镯就值一个亿。这么厉害啊。嗯。那老贱人的钱都被咱们骗回来了。疯子说话也信，原来我妈的钱都是被你们骗走。我妈还说了，我们家那个天使雕塑脖子上的钥匙根本不是什么装饰品，而是古董盒的钥匙。真的假的？嗯。哦，是吗？明白。那雕塑上真有那把钥匙。哎，我想起来了，你爸曾经说过那老贱人曾说确实有什么宝贝。我妈露露，不好意思啊，昨天吓到你了。阿月，你不要见他们，我要回家。好。露露要回哪个家呀？当然是我唐家的别墅了。露露，你跟我走好不好？我带你去住更大的别墅。不要，我要去找妈妈。对对对，那你哪有家里好呀？还是住家里好哈。好，那我跟你一起住。太好了，我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
我问你，你真不记得苏克把宝贝藏哪儿了？真不记得了，当年他就随口那么一说，我就没当真。那就只能从唐璐口中套，幸好他疯了也不忘回家。妈妈，妈妈。啊，露露回来了。你妈去香港玩几天？爸，都是因为你跟那个小三在一起，把我妈都气跑了。他不是小三，他保姆。那他呢？保姆的女儿。我怎么记得他们打过我妈妈？哪有这么嚣张的保姆？那我让他们给你道歉。不行，阿玉，我想的那个。好。你们怎么打的我妈妈，就怎么打自己，找十倍的还回来。不可能。爸，他们欺负你老婆，你都不管我爸，你不让你妈。好好好。给爸。不够重。不够重。重点。还有他呢？露露，这俩满意了吧？差不多吧。哎，露露，你妈在出去玩的时候啊，说是要把她藏起来的东西拿出来，你知道在哪藏？唐贵才，收起了五十 Z。我记得呀，就在花园的大树下面。嗯，好，来来人，给我取吧。这不就是佣人吗？他们俩去玩。来，进去去，你俩去吧。好吃吗？嗯。哎呀妈呀，这没油这。爸，你看他们不会挖啊，他们笨蛋，你快去教一下他们。哎呀，好好好，快点快点，挖挖挖的怎么样？有啊这，啊，这哪有啊？哎呀，你，行，快快快快，爸爸，啊啊，我记错了，是那边，啊，嗯，梦啊，嗯，走走走，啊。这边，这边，确定？这边。能害死我妈妈，这才只是个开始。唐璐在国外的生活调查报告找到了，发给我。难怪他当时怎么都不肯答应我，这些年到底在外面吃了多少苦，都怪我自己不会相信。哇，下雨了！哎呀，干嘛呀你？干什么？雨哥哥他欺负我。阿玉，下雨好好玩，我好开心啊。开心就好，怎么开心怎么来。从此以后，谁都不能欺负你。嗯，啊，继续挖呀！快快继续挖，快！你干什么？我不是故意的。你，佣人注意自己的身份。啊，就是。宝儿啊，你看啊，这挖了半天也没挖出来那波纹，你是不是记错了？可是我妈妈告诉我就是树下呀，难不成是树下？行。嗯。没有啊。爸妈，你干什么呢？哎，爸
一起找。你跟我爸找吧，我还有新的宝藏要开封。我的天哪，这月色好美呀！你说是？那，玉哥哥，跟你很丑。是哥哥，你跟人家开这种玩笑吗？你真的对我心动了？You got me looking so crazy. 阿玉，我们来玩水吧。对不起啊，我没看清。唐木，你怎么会在这里啊？我女朋友当然应该在这里了。我给你擦一下，滚开！该滚的人是你。你没事吧？我没事啊，你看。换件睡衣。为什么？因为天气太冷了。天气太冷了，我都有点热。洛洛，你是不是忘了我们是男女朋友了？我知道啊。可是洛洛现在跟孩子一样。洛洛，你不能在这个时候诱惑我。那些古董宁可不要，趁着玉哥哥不在把堂子弄死，风太太的位置不就是我的了吗？简单点说，就是成为植物人。不可能！医生，你救救我女儿啊！哎，医生，医生，那个佣人醒来了吗？都是你，还乖乖成了植物人！明明是你女儿想害露露被冤死，不然她自己不去。她现在是咎由自取。闭嘴！我们家欢欢就是唐璐害的。要我派人调出监控吗？阿月，你大声好凶啊！从露露进入唐家开始，为了保证她的安全，我在各处都装了监控。对，就算上法庭，有我这个人证在，谁都别想冤枉露露。你们两个倒同仇敌忾，想合起伙来对付我，门都。今天谢谢你救露露。露露是我朋友，不用你道歉。相信你们在一起演戏吧。其实当我知道露露在国外的生活的时候，我就猜得差不多了。她一定是怕拖累当年贫穷的我，所以才演戏离开。但是你对露露造成了伤害，所以我会用余生弥补她。你忘了她妈妈留下的遗言吗？陶露的妈妈不是我害死的，这件事情我会查清楚的。走吧。聊聊。我跟你没什么好聊的。装什么无辜啊，要不是你，唐露母亲就不会死。你说什么？汉文怎么会和江慧芝一起走？我想喝奶茶。好，我去排队，你在这等。
你刚才说的话什么意思？你为了抢回唐露，让医生强制用变性药刺激唐露母亲醒来，不是吗？什么？你怎么会知道？我不仅知道，而且我还利用了这一点。唐露母亲被强制催醒，所以身体很脆弱，不能动怒伤心。于是呢，我就跑到他面前气死，然后成功嫁祸给风雨。你说害死唐露母亲有没有隐患？怎么会这样？错都错了，不如一错到底，这样你还有机会得到。你想怎么样？讲。露露，以后不能乱跑了，有人欺负你了。以后记住我。我看到他就知道事情没那么简单，所以假装神经混乱，这才知道江桂枝对我妈做了什么，还有汉龙做下的事。所以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我要将他们的真面目当众揭开。所以还是要回唐家，假装被他们绑架。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好，我陪你进去。阿玉，你不怪我这些天偏。现在就怨我更多。哎呀，我现在就剩露露这一个女儿了，怎样才能物尽其用呢？欢欢还没死呢。跟死了有啥区别？你别老干坐着，你帮我想想办法，怎样才从露露口中掏出宝贝来？我已经和程汉文达成协议了，光这样做。啊！我已经给这菜里面下了迷汉药了，能让人睡和死猪似的。我还放心吧。啊！我女儿回来了。哎，你看这折腾一天了，这肯定又累又饿。来，坐下吃吧。爸爸。哎呀！啊，这是特意为你们做的，啊，吃吧。这个我爱吃。啊，爱吃就多吃点。哎，嗯，怎么觉得今天有点累呢？好累啊。我们去休息吧。啊，累了就休息啊。程汉文，你现在可以过来了。哎，不好了，不好了！露露不见了，怎么回事？昨晚在我身边的，一定是贪玩又自己跑出去了。风雨，拿十亿赎金到天台山，否则我杀了他。你是谁？谁来的电话？王妃。钱带来了吗？现金加支票一共十亿。暴露，把箱子放地上，给我打开。啊！阿玉，阿玉，你们不要杀阿玉！啊啊啊！阿玉，要把他杀了，赶紧杀绝！阿姨，阿姨，
他已经死了，你赶快假装狡猾从山上跳下去，这样警察就会以为绑匪畏罪自杀，不再追究了。快呀，你家的防护网是你亲手安装的，一定会接住你的，等你假死后就可以和唐露远走高飞了。陆总，陆总，你救我！不要不要！啊！现在你不见人就见由我处置了。啊！妈妈救我！啊！妈妈救我！你爸他根本就不爱你，不可能！老公，你怎么说？儿子，你想干什么？随便！你果然是他的。小三又怎么样？我还不是上位成功把你妈赶走。我不止赶走她，我还成功引诱她染上毒瘾，可惜她没能死在赌桌上，我只好找人把她撞死。我妈没死。是，那次她是没死成功，所以我只好亲自出马把她活活气死。现在轮到你了。什么？老公，快来帮我呀！没事，不止他没事。啊，什么情况？你也没说，怎么回事？你们两个，我也没有想到一错再错。你来干什么？我来弥补我犯下的错误。江辉是要和我联手，一起绑架陆毅。杀了，我们合作。怎么合作？警察，你们意图绑架谋财害命，现在证据确凿，将你们依法逮捕。不！哎，陆总，都是他干的，跟我没关系。可不是我给你办，你跟警察求情，放过我吧。是，你什么都没做，都是这个川女人。帮你把一切坏事都做尽了，你只需要坐收渔翁之利就可以了。但是我妈的这一世，她的痛苦都是你，都是因为你。我不要坐牢。我忘记告诉你了，房子偷税漏税，资产已经被查封了。什么意思？意思是这一辈子坐牢坐到死。谢云啊！你会恨我一辈子是吗？阿文，谢谢你对我的照顾，非常感谢。明玉，明玉这辈子只爱过你一个人。他比我想象中更爱你。陆陆。那你欠我，是不是该还我？那天在唐家，我都有点热。亏我还为你听病人呢，你害得我好。也是往常的事。阿玉，这是我妈妈留给我的宝藏。
只有一封信。请信任、尊重、欣赏你的爱人，他是与你面向世界并肩作战的人。不用跟我说对不起，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我很自责，是我不够成熟。你有困难的时候，我没有坚定地站在你的身边。我原本以为我会恨你，可是你出现的时候，我竟然不是你。我只想告诉你，真的很想你。